各位网友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西婚姻中夫妻的关系。我们上次讲中西家庭的时候，谈到了在台湾有的人呢，他因为女朋友跟他说不愿意再继续跟他交往了，结果呢，那个男的就手下毫不留情，用这个硫酸将那个女孩子给毁容啊！同时呢，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一个在芝加哥，是不是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的啊？我并不清楚，但至少呢，他是在芝加哥那个城市啊，念那个理工科的大。他的这个博士学位应该是这个拿到那个学位啊，结果呢，当初呢，他跟他妻子呢结婚呢是透过他妻子的母亲，哈哈哈，结果呢，他妻子呢对他这个不是非常愿意白首偕老，结果他一得知他妻子的意图之后，就呢。手下毫不留情啊，手拿起厨房的菜刀啊，一刀就让他毙命。同时呢，他呢，为了确定他的妻子呢，这个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结果一刀下手呢，几乎把他的那个脖子给割断了。那个是这个美国，哈哈，他们验尸的报告，哈哈，所以因为这两个非常可怕的这种例子，完全以个人私利为前提、中心及基础的四天下思维，哈哈，所以呢，我呢就想了，今天呢应该谈一谈中西。家庭中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呢，我们照理呢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谈谈中国这一方面的这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孔雀东南飞，我可以呢再加《红楼梦》我又说《红楼梦》这个应该呢，自己呢，这个好好的这个检点一番《石头记》里头的李纨，我们以前呢也提过几次他的这个例子。然后呢，第三个例子呢，就是林觉民他跟他妻子的诀别书，在林觉民。参加黄花岗72烈士那一役之前呢，他用心写了那么一份书信给他的妻子，我们以这三个例子呢，代表中国讨论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些典范，在西方这方面呢，我选了这个两个电影一个呢是这个比较近拍摄的一个电影，是这个2012年它的名字呢叫《War Flowers》，战争的花朵。第二个电影呢，就是我们上次提过了，讲这个驱逐邪魔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电影。上次来补充的时候，就特别呢说了一下它的名字，叫做这个《The Sixth Sense》，第六感。其实呢，翻成中文的话你可以就直接翻成"阴阳眼"，
所谓第六感的话，就是它呢能够跟这个灵界有这个沟通。所以我们以这两部电影呢所代表的思维来讨论一下西方对于夫妻之间他们的关系那种看法，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这个在结论的时候啊作为这个比较。好，在我们这个进入话题之前呢，先补充一下上次我们说到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那中国思天下思维呢是见父执之辈，不畏之进不敢进，不畏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基本上的话，那儿女对父母亲的话，那是如同机器人一般，很可怕的啊。西方的话，我们引过了圣经的他的那个经文啊，我们呢今天可以再引三节圣经的经文，跟上一次呢我们引的呢是这个相关联的啊。他同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到第36节，在这三节里头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 ，Do not think I came to the world to bring peace to the earth. I did not bring peace, but the sword. 他在前面两节他就说呢，不要以为我到这个世上来是带来这个平安，我呢不是带来平安，而是带来刀剑。刀剑做什么呢？啊，将儿子啊跟父亲敌对起来，让女儿跟母亲敌对起来，然后呢将媳妇儿跟公婆互相敌对起来啊。所以呢，一个人他的敌人就是他家属的成员，耶稣说的啊。所以他后面的那些经文我们以前引过了几次啊，就说任何人他爱他的父母胜过爱我，那呢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你想看，我们上次举了这个亨利二世，英王亨利二世，他的儿子亨利又啊那个少君啊Geoffrey 跟诗心理查，然后呢约翰啊英国君王，他们那个弟兄全部伙同起来啊，对他父亲宣布叛变。你想想看，这种事情现象在中国文化上来说的话，是呢绝对看不到，但是在西方的话，这呢是那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约翰那个英王约翰，就是英王亨利二世他最小最疼爱的那个儿子啊，他就是这个后来呢被他手下那些诸侯逼迫签署英国历史上啊大大有名的英
国大宪章啊，这个 Magna Carta， 对，英国大宪章奠定了英国宪法的基础。你想想看，他们在耶稣在基督教的教导下，旧约他也有同样的那个经文。旧约在描写出埃及记二十章，描写以色列立位人啊 ，Levi， 他这个族的族人的时候，这个族呢是以色列啊，他们那个国家呢掌管祭祀的祭司，专门掌管祭祀祭司，也就是说是以色列他的那个国度和社团啊，或者你也可以讲教会的领导，怎么形容那个利未人呢？就是说呢，他不认他父母亲，也不认他子女，也不认他弟兄，他呢只认上帝。你想想看，圣经的教导就是完全以上帝为前提、中心和基础，跟斯提安下然后以个人为前提、中心、基础是完全相反的。所以约翰他自己本身就跟他哥哥啊一起叛变，哈哈，跟他那个他们父亲呢宣战，最后呢他父亲呢这个梅平叛变了几次以后呢，最后呢年纪也大了，对吧，啊，所以无条件投降，哈哈，签订的那些各种的这个合约跟他儿子签订。所以约翰在跟他的诸侯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后的话他这个打不过他的诸侯，对吧，那当然就签约。所以基本上这是他们西方公天下思维运作的一个基础。他自己反叛他父亲啊，他父亲呢打不过他们，那就签合约，对吧，那他跟他诸侯反叛他，他打不过他诸侯，那就签合约。所以这个呢是在西方社会非常正常的典型的，就是说他这个冲突，个人与个人啊，各个不同阶层与不同阶层的这冲突。因为他们讲究独立思考，独立行动，不是像那个我们引的礼记好多次的，对吧，啊，不畏之进不敢进，那机器人一样，他希望哪里说你不叫我进我就进。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说到中西家庭，特别是这个子女跟父母亲的关系的时候的话啊，这个我们呢可以再做这些补充。好，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话题啊。那先谈谈孔雀东南飞啊，孔雀东南飞它最后的这个结局呢，就是这个啊，他先生希望呢他妻子跟他呢能够永远的白首偕老。啊，我们以前讨论过孔雀东南飞了啊，他这个男的呢骄纵轻啊，自己呢没有那个本事，在孔雀东南飞里头说得很清楚，他关心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啊他所说的"吾今且父府"，
他呢，把他的重心呢放在他个人的事业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如此。你的事业有好的啊宏伟的发展，对你的妻子当然也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尤其你特别钟爱你的妻子的话，你事业各方面非常顺利，对吧？那你妻子呢，当然她的这个行动也呢会因为你的原因而呢特别方便，对吧？又受到普遍的尊重。但是呢，他把他的事业呢看得太过重要了，以至于他的妻子呢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那在《孔雀东南飞》里头就说了，他呢常常待在办公室，那妻子呢很少见到他，所以他跟他公婆之间这两个呢如果不能协调的话，当然就容易呢发展成为不可收拾的那个地步。如果她丈夫跟她在一起的话，可以打圆场，对不对？那还比较好处理这个局面。但是呢，这丈夫呢，孔雀东南飞里头所说的这个常常见不到面，所以这个样子的话是那个很不妥当的做法，尤其是他没有办法保护他妻子，被他母亲给踢出家门。结果呢，他当然说是这个希望那个他妻子呢还能够这个等待他。那等待这个也无可厚非，那也是这应该的啊。他要尽心力，但是呢，他又跑回办公室去了，他还是说无精且腹腹。所以这个人的话，他对他妻子呢可以说是不太负责任的。另外一点，他呢妻子被休妻送回家以后的话，他呢就跟他妻子呢约定表明呢他会永远的这个念着他，爱着他。但是《孔雀东南飞》里头说得很清楚，他呢虽然表示他有自杀的那个意愿，但是呢真正先自杀的呢是这个他的妻子，不是的焦仲卿。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这首诗里头的话，他的焦仲卿的做法呢是这个相当呢这个不妥当的那最后结局的话，当然诗人的结局的话，他们自杀以后可以就说是这个好像永远相处在一起啦那当然呢诗人他的一种就是说是在想象中的一个美满的一个结局。这个是《孔雀东南飞》一个悲惨的那个结局我们谈第二个例子，李纨。以前我们也说过了，李纨这个人呢，他年轻就守寡，因为他的先生，他的丈夫是贾政荣国府荣国公
假设他弟弟贾政，他的长子，他的妻子，那长子早逝，然后呢，李纨呢，他呢有个幼子，所以我们以前提到过了，《红楼梦》形容李纨这个人呢，说他呢形同这个啊槁木死灰，啊，他的号啊是这个公才，公才呢我们说过跟棺材谐音。也就是说呢，这个人的话如同死尸一般，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妇女呢，她呢不能再嫁，她呢得守活寡，即使她那么年轻才这个二十大概出头吧，或者呢可能二十都没出头呢，结果呢他先生去世，他呢就必须呢就充此守活寡。这个呢是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了，礼记呢它是啊一种前置社会中各种人物，特别是弱者的一种，你可以说如同锁链般的这种工具。所以按照礼记的规定的话，那李纨呢他呢就等于啊是在他丈夫去世以后一具活僵尸。这种夫妻关系的话，你当跟印度的那个啊 Sati， 或者有的发音呢叫做 Sati， 那个寡妇得呢坐在柴上活活被烧死，丈夫去世以后为了表示对她丈夫忠心，她呢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管用，就得被活活给烧死，那个当然要强一些，不过从某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也强不了多少，因为呢烧死一下就是这么的一瞬间你人呢就没感觉了，但是你守活寡的话几十年，你如果活得长，能活那么久的话，那你的这个一生的话就形同僵尸一般。那印度的那一个坐在柴上被活活给烧死的这种可怕的，那也是私人私以私天下，以这个私人为中心前提为基础的这种思维的它的一种特色。女孩子弱者是对先生丈夫他的附属品，需要绝对服从丈夫，所以即使丈夫去世以后，那他呢只能跟随丈夫那他一个人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你也得坐在柴上被火活活烧死。那还是英国英国那些基督教传教士看的那太不人道了，所以呢最后呢就说服了英国在印度的总督要废除这种可怕的这种陋习。李纨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林觉民，他在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一役之前呢，给他妻子写了那封相当长的一封信。这以前我在初中的时候呢，那时候念过，
因为我那时候这个小一点印象没有，同时这个啊，中国包括台湾一般的老师教那个国文课的话，就是这照本宣读，也不怎么去讲解，顶多就几个字呢，在那个琢磨一下什么意思。不真正去探讨它的内容。林觉民他在那封书信呢里头谈到了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呢显然也是跟孔雀东南飞一样相当的这个恩爱的，但是林觉民他的这个想法呢是一种私天下和公天下。两种的这个不同，你可以说相反的那个思维呢，对，混合在一起了。因为在林觉民的时候呢，当时墨子的思想啊，他呢开始又受到学术界的这个重视啊，同时西方的那个思潮呢，因为他是跟这个墨子同一个范畴的啊，所以呢。西方思潮跟墨子呢，两个相得益彰，在中国呢，啊，当时呢，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这个林觉民，他就说呢，我呢从这个爱自己妻子这件事情呢出发，啊，所以呢，他下了一个结论呢，非常奇怪，啊，因为。我爱我的妻子，然后呢，跟那个妻子呢，啊，相处的非常愉快，所以呢，我也希望别的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啊，也能够得到这种幸福。他的这个。说法真是非常奇怪啊！第一个，你爱你的妻子，不一定就要抛弃你的妻子，是吧？啊哈哈，这个，你呢，可以，就是说是。给你妻子呢做各方面的这个啊美好的这个安排，那你如果就是说是这为了遵从公天下思维，你觉得呢需要牺牲自己啊？可以。先呢，替你的妻子呢做好一些啊，帮助她以后能够度过她余生的那些非常美满的安排。结果呢，他在信里头他怎么说？他说啊。我呢，不相信鬼神，哈哈哈，他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呢，啊，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啊，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真实，则吾之死，吾临上一棒如也。汝不必以吾履悲，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前不相信鬼的啊，但是现在呢，他呢这个
要离开他妻子了，说呢，又希望呢，有这么一回事儿啊，那他所以有这个希望是做什么呢？啊，就是哈哈，他说呢，能够哈哈，常常的跟他妻子相见相会。你看看，哈哈，他的这种思维，哈哈，完全是以那个"思天下"自我为前提、中心、基础的一种思维。你已经去世了，你妻子好好的活在世上，你应该而且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怎么样让他能够非常顺利。而且呢，也希望他能够快乐的度过余生。结果呢，你还要想把他给，那个拖的，生死不如的那样子。你想个，这是不是真是的，非常凶狠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你就让他过他的那个好日子就行了嘛。你为什么还要在那个梦中？哈哈哈，还以鬼的那种形式，哈哈，继续的纠缠你的生前的妻子，哈哈哈，对吧？你想想看，你成了鬼以后，跟人的话，这个我们在讲绝地天通的时候，两个呢，就是这个阴阳两界。不肯交通的了，那就是绝地天通的意思了。你成了这个鬼魂以后，你有你活动的这个领域，人有人活动的领域，这个两个呢是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两个呢。可以说断绝了往来，你呢还要以鬼魂的这个形式纠缠你妻子，这个呢对他生活的话，绝对会造成了让他呢一直活在僵化的历史沉寂之中，这个呢是非常。不仁至，同时呢，也非常不体贴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这种做法的话，它的弊端在什么地方？从这个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电影叫《战争的花朵》，它这个电影的名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战争会造成了人与人成为敌对的关系，就像这个我。前举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个例子，二八事件，然后应该不这个用那个叛变，二八叛变，他呢造成了最主要本省和外省这个敌对的关系。在战争的时候，人因为征战，免不了会有杀戮的行为现象。那在杀戮的过程之中，人和人呢？
就很容易一产生这个仇恨。他战争的花朵就是讲南北战争，南方他一个妇女名叫Sarah Beth， 他的先生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被杀去世，但是呢他呢一直不知道，要等到电影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女儿呢还很小啊，差不多大概八九岁吧，跟他说以后他才知道。在电影的故事里头呢，北军跟南军在南方这个妇女她住家的附近呢发生冲突，结果北军的他的一个上尉受伤，然后呢就躲到他家那个南方妇女的地下室，然后呢就昏迷过去了，结果被他女儿发现了。他女儿呢就跟他母亲讲，那个南方的妇女说地下室有这么一个人。结果呢他母亲呢跟他一起下地下室看呢，当时呢他们呢不太确定是不是要救治他们的敌人北军的上尉。那最后呢南方的妇女呢他说呢基督徒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对一个受到伤害然后奄奄待毙的一个人，即使呢他是自己的敌人，也应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给他医疗救治，结果最后呢把他给救活了。救活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发生了感情，虽然呢没有进一步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之间呢逐渐的产生了相当这个深的这个感情。因为这个男的和女的都知道当时呢他的这个先生有可能还活着我刚刚说过了，虽然他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被北军呢枪杀了，但是呢这件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他女儿虽然知道，但他女儿没有跟他母亲讲。在电影的开始的时候，所以呢等那个北军的上尉他呢差不多完全复原以后，他离开了那个南方的妇女。那他离开以后的话，当然对那个南方的妇女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当时他们生活呢非常的那个窘困，常常呢三餐呢你可以说是那个不济，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在北军的上尉离开他们以后，他们母女两个人呢就继续拖了一阵子非常辛苦那结果呢他母亲那个南方的妇女呢他到了一个关键点上，他
他呢几乎呢再没有心力支撑下去了。他的女儿非常不寻常的，同时也受到上帝呢非常祝福，有很多恩典的一个小女孩。她呢看到她母亲度日如年，非常痛苦的支撑了，几乎支撑不下去了。她就跟她母亲讲，她说祷告祷告。她母亲呢在她坚持要她祷告以后呢，她呢就说好啊，她祷告。结果呢在她祷告以后呢，非常奇妙的，如同梦幻一般，她的丈夫就回来了，突然就回家了。然后回来以后，他们全家三人相聚，那也有非常丰盛的餐点，随同她丈夫回来以后，很显然呢，带来了很丰盛的餐点。所以呢他们呢非常快乐的重聚了这么一天。但是呢第二天一大早，她丈夫呢就早起来以后，她女儿的时候还醒着也起来了。她呢就跟她女儿讲，她说呢 Keep your mother strong for me， 就为了我的缘故呢，让你的母亲呢变得非常的那个心里呢非常强壮。所以她这个呢是非常体贴的一种想法，一种做法。那南方的妇女叫刚刚说了Sarah Beth， 她起来以后，她女儿跟人讲她父亲呢得呢那个很早的再回到军中。其实呢父亲也就是那个 Sarah Beth，她的丈夫呢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只是呢她的这个鬼魂呢念念不忘，就像林觉民一样，她呢希望变成的鬼魂呢永远纠缠的她妻子，可怕不可怕？但是呢那个男方 Sarah Beth， 她的丈夫呢觉得呢自己去世了，有个心愿未了，应该跟他家人呢可以说诀别，就真的道别。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祷告以后因为小女儿建议祷告以后的话，很显然上帝呢给了他这个恩典，让他得到这个机会也可以准许他，虽然他已经是鬼魂了，能够再以这个几乎人的那个身份呢回到他家里头，跟他妻子生前的妻子跟女儿呢再重聚一天。一天完了以后，他就得回到鬼魂活动的空间所以在电影的画面上呢，你就看到他走出去以后在田野里头呢突然消失不见了，就知道了是他的鬼魂灵魂。他对他妻子呢是非常体贴，也是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呢他不会像那个《红楼梦》石头记中的李纨，他们贾家呢希望他守活寡，
也不跟林觉民一样，希望呢，这个啊，他妻子啊，那个永远能够跟他鬼魂在一起见面，那很自私的想法。也就是说，她的丈夫希望她能够变得非常强壮，然后呢，能够重新开拓她的领域，然后快乐的度过她的余生。结果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啊，南北战争呢打到后期末期的时候，Sarah Beth 她的房子呢在南北冲突之中呢就被给烧毁了，被炮呢给轰塌了，当时呢可以说呢。他濒于崩溃的地步，啊，就是他的小女儿，哈哈，在很多方面比他坚强，虽然那个心智没有他发展的那么成熟，但是呢，他在灵这一方面，他呢比他母亲要坚强得多，说他呢一直鼓励他母亲，在最后电影要结束的时候。北军的上尉，他一个人呢，在路上，啊，就走回到 Sarah Beth，他那被烧毁的地基那个地方，然后跟那个 Sarah Beth 和他的小女儿，啊，叫 Melody，哈哈。莫洛迪的，哈哈，重聚，就在他们重聚以后，那个小女孩呢，就跟她母亲讲，她说呢，我父亲呢，也就是 Sarah Bass，她的丈夫呢，已经去世了，哈哈哈哈，她呢，在说了那个以后，拿出她啊，父亲呢。常常在胸前戴的一朵，你可以说是啊，他个人非常喜好的标志啊，如同这个啊花朵的那个标志，所以战争的花朵那个呢，当然也是在影射啊他的这个丈夫对她的关爱，然后最后呢。北军的上尉带着 Sarah Beth 和他的女儿、小女儿啊，莫洛迪，他们呢，三个人呢就离开了他们被烧毁的那个房子。在北军的上尉还没有到他们家以前，那个 Sarah Beth 他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心力可以呢再支撑下去了，但是呢，等那个北军上尉回来以后，然后她那时候也知道她的丈夫呢，南军呢，丈夫呢也去世了，她呢当时就跟她女儿讲，我们呢不再看。往过去，我们呢要向将来去啊期待，所以他这个呢，就是在一种前瞻的可能性之中圆满的结束，在这地方也可以看出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她的丈夫。绝对不是像林觉民一样，哦，变成鬼魂以后，那我呢
那个夜夜的纠缠你，让你睡不着觉，就跟我以前一样，对吧？那个，啊，看了一个那个，啊，妇女的那个幽灵，对，你如果真爱他的话，就是应该帮助他，让他呢怎么样圆满的度过他的余生，不要让他余生他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你还要让他再继续受苦吗？没有必要，那都非常残忍的，像李纨一样，是吧？你让他好好的再找个他喜欢的一个丈夫，让他快快乐乐的度过他的余生，对不对？你不要说是这个要守活寡，心痛活僵尸一般。好，第二个例子啊，第六感或者呢是阴阳眼，这个呢是指的那故事中一个小孩啊，他的名字叫寇儿啊，这个小孩跟那个刚刚提的第一个例子战争的花朵那个小女孩，她年纪差不多，大概都是八九岁吧，但是呢这个小孩呢他有阴阳眼，也就有第六感，他能够跟这个灵界交通，一般人看不到那个灵魂，他看得到，一般听不到那个灵魂的声音，他听得到，但他因为小不懂事，所以呢因为那些鬼魂都知道，他看得到那些鬼魂，也听得到他们声音，而那些鬼魂他所以在大地之上游荡不停的原因，就是他们生前受了冤屈，就像我上次提到的匹兹堡的那个啊鬼魂出现的那个屋子，魔鬼啊军团他们占领的那个屋子，另外啊一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啊，我上次呢没有提的，就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地点呢后来盖成房子以后，有一段时间被用来作为非法堕胎的地方，也就杀人的地方，谋杀小孩啊，那个婴儿小孩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冤魂特别多。一般的话，他那个冤魂啊，受了这个折磨以后，他呢就啊有那个倾向，不愿意离开当地，因为他总希望能够把这个他希望办的事情给完满的那个办成。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讲一个专攻心理学，这个幼儿心理学的一个人，他在电影开始的时候被枪杀，被他以前呢医疗过，或者你可以说辅助过的一个年轻人被他枪杀，因为那个年轻人的话，他觉得呢他没有尽到他帮助他的责任，所以责怪他，就把他给在没有防卫之下呢给枪杀了。这是属于一种冤屈的情况，对吧？所以他呢就没有回到他鬼魂呢应该去的另外一个世界，他就逗留在那个人间。同时呢，他呢还以为自己还活在人世，他不知道自己是鬼魂，只有等到电影快结束的时候，他才突然领悟，他是一个鬼魂。他为什么要留在人世呢？因为那个他以前帮助过一段时间的那个人，枪杀他的人啊，说他没有尽责，所以呢，他当时知道那个小孩跟鬼呢有
交通。可是那个小孩因为小，他很怕鬼，那鬼就偏偏要找他，因为这鬼呢希望他帮忙。你平常人的话帮不了什么忙，你如果来找我的话，那可以，对吧？但如果像林觉民，他又不相信鬼的，那个的话就帮不了忙，对吧？那他呢，当时也是这个鬼魂，那虽然他不知道他已经鬼魂了，但他有那个心智要帮助那个小孩。他就跟那个小孩解释，他那些鬼魂所以来找他，理由很简单，就是他可以跟鬼魂交通，而且鬼魂呢需要他帮助，别的人没办法。像林觉民那种人的话，他不相信鬼魂，一点办法都帮不了。你来找我啊，可以，没问题。我呢，通过上帝啊，绝对可以帮那些鬼魂的忙。所以他呢，就把这件事情跟这个小孩解释以后，那小孩呢，后来就开始跟那个鬼魂交通了。有一次呢，那鬼魂呢就跟他讲，他是被毒杀离世的。然后小孩一得到信息以后，结果呢，帮助了这个去世的女孩的妹妹，这个逃脱了同样被毒杀的这种厄运，所以呢，那个男的，他被他以前帮助过一段时间的人格杀的那个男的呢，他圆满的达成了帮助别人的目的。最后，电影的结局呢，是他跟他妻子呢，最后一面，也是跟那个前面战争的花朵相似的啊。南方南军他的丈夫跟南方的那个妇女 Sarah Bass 最后呢，在他丈夫去世以后变成鬼魂以后，最后人间的一面啊，他呢回去见他妻子，然后呢他鼓励他妻子，不是叫他妻子在他死后要这个像林觉民一样永远想着他，不是，可以说相反，他呢在跟他妻子梦中相见对话的这个场合呢，他明白的对他妻子表示他深爱他妻子，在他离开之前，他呢就对他妻子说，叫他 sleep well，好好的睡，睡个好觉。然后呢，他说 ，things will be different tomorrow 啊，就说 ，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 in the morning。那是他的原句，每一件事情在早晨，明天早晨以后的话，就会完全不同了。什么完全不同？新的希望，新的啊前瞻性。那在电影的那个结局呢，就有那个男的表示，他生前的妻子一种爱慕之心，而且那个男的呢也相当理想，所以你可以看中西两个极端不同，可以说相反的例子。西方他不会就说了，先生去世以后啊，然后希望夜夜纠缠的啊生前的妻子，让生前的妻子生不如死，那是非常凶残的做法。所以我们在结论里头呢，就需要特别的强调，在夫妻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关爱。
怎么样让对方在跟你结合的期间能够过得非常的快乐，然后在你离开你妻子之后，你提早离世，比你妻子及早离世以后，你一定要为他做好非常美满的安排，让他能够在你离开他以后非常快乐的度过他的余生，不要让他在活在过去僵化的历史沉寂之中，像李纨，你也可以说像在孔雀东南飞，干脆的就这个将以后的这个来日未来呢就当场就切断了，更是凶狠可怕。所以在解释中西他家庭组织，你甚至于可以说本质不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就像我们以前所不断重复的，在建立夫妻美满的关系上仰望神的恩典，依靠神的带领，然后呢让神他的恩爱能够在自己对偶身上完全没有保留的展现出来。好，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地方。好，诸位网友继续保重。